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正杰。我们人呢现在在华山文创，我们刚才在逛街的时候呢，发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展，那等一下带各位去看一下。又到了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、留言、按赞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哟。OK。好了。谢谢谢谢，难怪你要玩哪一个？我们先玩这个好了。玩这个丢球。可。第一颗失败，一颗，两颗，四颗，所以你进几颗？没有啊，我进五颗。屁你个毛啦！你刚有一颗没中，现在换我。开始。感觉你整个射出来了。高点就进。对啊，马里山钓鱼，看谁钓最多。还有一个这个勾这个小绳子，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先钓五只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没有再跟你讲。两只，三只。你怎么钓那么快？我钓鱼是很快的啊，跟钓马。等一下，打结了，打结了。大雷。我刚刚不是钓四只吗？为什么一只不见了？你钓我一只啊。我没钓你。作弊，没有作弊。下一款，这个是什么？益智叠叠棋，只要红色的线单个就会输，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利用另外一个颜色去堵住。我先摸红色，对，开始。啊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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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放一个，你再放一个。不要摸。所以你是红色嘛？蓝色蓝色三条一个就赢。对。那不是，答错。是啊，所以我是蓝色。对，你蓝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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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很近哎，你怎么画一次就近了？好，那我再一次。好来喽。对，这个好难哦。这我觉得你很厉害，你都一直可以把它游到一千那边，慢慢的，慢慢，不要太快。哦，就是比如说石头如果太多的话，它掉就是输家。OK。黄色。黄色。黄色。OK， 要掉要掉了，哎，要掉了，没有没有，放的能不能放的能满哦？紫色，紫色，啊，哎，没掉，啊，没掉没掉，你你好敢放那么大颗哦？因为我很大颗啊，很快啊，绿色哎，边边哦，哦，因为它越外圈的重量就会越重了。外围圈的哦，哎，没掉，结束了。在里面我们花了一小时，蛮丰富的，其实对，它很多种样式，可以在里面待一整天都可以，可是它有时间限制，一个小时又十分钟，那它有限制人数，很多人来这边就是拍拍照啊，因为它比较文艺的感觉。那我们今天影片结束咯，希望我们影片记得帮我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开启订阅，按铃铛，大家拜拜。